咱们出发再。知道，从前面楼梯上。告诉你的吧，对啊，英子告诉我，还特意嘱咐他别让他跟你说，这孩子真是。小飞，你是要出门吗？对。对，他要出差，反正也顺路嘛，我就把他送过来就好了。哦。那我们不耽误你时间了，你快上去吧，啊！好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还行你这人。再见啊。非吵着让我回来，他们俩又吵上了。嗯，英子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欢迎回家。你帮我收拾一下，我去个洗手间。真的不知道他今天会回来。我明白。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，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好好办你的事儿吧，好吗？那我晚一点给你电话。我的行李已经放下。
在这儿干嘛？我来拿行李。我帮你。那个，你想吃什么？然后，咱庆祝一下，我定位置。庆祝什么？庆祝你回家。这有什么好庆祝的呢？算了，我晚上要去看我爸妈。哎呀，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忙你的吧。喂，英子。阿妈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回国了。你不是说你去旅游了吗？我临时改变主意了，想回来看看你爸爸。那，没什么。我就是告诉你一下，我可能一两天之内回不去。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你放心吧。早点休息吧。等等。怎么了？妈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哎，吴婷回来了，跟谁也没说，突然就跑回来了。太好了，能管着你的人回来了。好什么好？我们仨人在机场撞上了。都谁呀？我，吴婷，小飞。什么？你让吴婷撞了个正着啊？我编了个瞎话，也许能糊弄过去吧。你把吴婷给骗过去了？不知道啊。下边啊，你得帮我。吴婷相信你，她心里边的疑问只有你出面才能打消。你让我干什么呀？我不管。别的事儿我管，这个事儿我不管。不，我不管。江哥，江哥，你得帮我，帮我！你这时候你算了吧。你呀，趁吴婷刚回来，什么事还都不知道呢，赶快跟那个赵小飞一刀两断。从今往后啊，你还是完美无瑕。这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那吴婷都回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他老婆回来了。而且狭路相逢，我们三个人居然在机场碰见。那你们打起来没啊？怎么会呢？然后呢？然后他们俩就回去了，我自己也就回来了。他老婆都知道了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？什么意思呀？没听懂。当时吴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。我想跑，但是我又跑不动，我只能傻傻地站在那儿。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，我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。赵飞，我说你不是块坏女人的胚子，你就别老干坏女人的事儿，行吗？坏女人得像我这样坦坦荡荡、没心没肺的。哎呀，你撤退吧，你不知道，还不知道呢？人都当着你的面手牵手回家了，你就只能顶着大太阳自己拎俩破箱子打出租车回来，你还不撤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已经是本世纪最后一次撤退的机会了。想想吧，不对，一定有问题。你相信我的直觉，你一定要相信妈的直觉。行了，什么直觉？别听他的，他那就是捕风捉影。又有你的事儿。就算是捕风捉影，那也要防微杜渐，未雨绸缪。妈，以后我跟林海的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你要是在国内，妈就不管了。问题现在是你们俩人两地分居啊，那这事儿我不管谁管呢？我跟林海不会有任何问题，你不要瞎操心啊。好，算妈什么都没说，瞎操心呢？你不是瞎操心，这个苹果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放心不下你啊。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家陪吴婷吧？那你怎么办？为什么怎么办？我挺好的，没事儿。你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哎，吴婷都知道了吗？我想他，他也许什么都不知道吧。今天这种场面，傻瓜都知道怎么回事吧？厉害，我在想，就算是今天吴婷她忽略了，但是该来的迟早会来的。我只想跟你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做出选择，不管你是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我也绝对不会有任何意见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厉害，我真的没什么。你心安就行，只要你觉得心安，你怎么做都行，好吗？你是不是